大，师生奥巴马比不上中共县委书记。美国总统奥巴马好狼狈啊！原来他上周六在美国维吉尼亚州演讲时，突然遭遇暴雨，但他仍坚持淋雨完成演说。How's it going, Virginia? It's not letting a little rain chase us away. 堂堂美国总统被淋得像落汤鸡，没有随扈或民众帮他撑伞。瞧瞧这些中国官员，每次遇到下雨就会出现一堆人帮领导撑伞挡雨的场面。中国网友讽刺地说，奥巴马干脆去中国当个县委书记比当美国总统爽多了。动新闻 Raindrops keep falling on my head 报道。